案，派系斗争此起彼伏。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，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。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，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，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，卖国贼，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苦境。森马先生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啊？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，都是卖国贼。你不是满洲国人吗？我是中国人，不过我在香港生活。满洲国，真可笑。但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，这是违法的。你刚来满洲国，不了解情况。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，包括言论。先生，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。你又不是特高科的，为什么不能是？我看您这样子，像个体面的绅士，不像是那种人。那你说我是哪种人？这是你新家的钥匙，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，你抓紧时间看一看，千万不能搞错了。怎么没有他的照片？为了安全起见吧，他做事很谨慎，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，你去车站接他，记住，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，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。到时候，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，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，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，在接站的人群中，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。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，你再走上前去。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，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。那他能认出我吗？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。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，你们都是聪明人，我想不会搞错的。记住，你走上前去，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变样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是吗？你也变了。”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不行啊！
你干嘛？丈夫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知道。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？也许是一年，或者更长，或者更短，这个我说不好。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。前一段时间，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？他现在回不来，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。好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。什么事？我怀孕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上午去的医院，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。多久了？大概一个多月吧。你们这叫滥抓无辜，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。我就是个教书的，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闭嘴！知道害怕了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，性格不吃吃罚去。箱子还挺沉。相机不错。哎哎，别动那个，里面有胶卷。让你说话了，有胶卷会曝光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。什么证件？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，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？把证件给他们看看。
看清楚了。你们啊，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，回头我们过来取人。对不起，长官，我们没有这个权限，还是你们带走吧。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，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。废话太多。有托运行李吗？啊，没有。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，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。我带厕所去洗洗。好，走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叫顾秋烟。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，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，但是不是我们的人。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，包括保险丝在哪儿，电闸开关在哪儿，都要知道。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，有时间看一看。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，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，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。对不起啊。太太，车来了。不急，让他们等一会儿。好。行李，准备下车。
旅客，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，请大家拿好行李。让其他旅客先走，等等吧。我们先下吧，今天天冷，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。你去拿人啊。陆太太到了。介绍一下，刑事科科长林向武。你好。通讯班班长季小雨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我太太。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！太太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别叫我高太太，叫婷就行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们几位啊，都是科里的家属。平时啊，我们没事儿在一起就热闹热闹。正好你来了，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。叔叔，我看看，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。大老远去接他，周太太。
变样了。你也变了。高科长，哎，辛苦啊！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还行。姐，咱上哪儿啊？马尼尔宾馆。哎，老高。嗯。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？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，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，这不是？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？看你说的，嫂子。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？哎，周先生，那个人他怎么了？他是哪儿的？是个香港人，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。刘奎听得不耐烦，就把他给抓了。哎呦，我看呐，你们是多余。是有点多余，回去查清身份，放了就是了。不过这种人也算是危险分子，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。嗯，我觉得啊，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，最危险的，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。周太太，周雨区管理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？快两年了，你们俩怎么没话呀？没什么可说的。哎呀，你瞧你，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，真是。过得真快呀，新年快到了。人员关起来，走去候补。是。进来。高科长的酒会，大家不要那么严肃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坐坐吧，坐吧坐。首先呢，我对深入敌后、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。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，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。我在这里呢，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，啊，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
队长。承蒙厅长关照，还有各位同仁抬举，周乙不才，厅里唯我一重任。感谢大家赏光，我干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坐吧。其实啊，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。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两年的时间，一个女人顶了一个家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来，周太太，我敬你一杯。高科长，您太客气了。说实话，这第二杯酒，我是得敬我太太。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，我就被派往内地，留她一个人在这儿。我敬你一杯。哎，敬太太得喝双杯。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，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？这恐怕不行吧，周太太。你们已经两年没见了，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。太太的酒啊，我带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周乙啊，今天你就放开了喝，什么都不要去考虑。两年了嘛，是不是？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来吧，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！来。先生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先生，你又去远别跟着我。刘队长没来吗？队长是来了，但是呢，他听说刘鹏要来，他就走了。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。说错话，你已经说错话了。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，宣布一件事儿啊。察厅为了嘉奖周乙，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，你的顶头上司。敬一杯。周队长，以后您多关照啊。行了吧。敬周队长。说能不能都别这样？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离开家两年，无时无刻不想念叨。你怀念家乡，走这么一大圈，还是觉得哈尔滨。皇上，他这话说的对。你看看，满洲国成立以后，我看呐，再过20年，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裕。我陪一杯，来来来来来，敬高科长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敬周队长，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！
高会长，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，我们怎么处理？顶着周队长。哥，徐石啊，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，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，狗特。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，狗忠诚，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，说法没错，但是态度不好。为狗特务，咱们干一杯来。哥，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。啊，我同意，来。周太太，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，咱都得喝了。啊，行，干了。干干。酒怎么不对？你给我换成水了。你真讨厌。我认罚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不，慢，没事，没事。再见。吴警官，快快快！啊，您们也辛苦啊，早点歇着。啊，回见，高部长，谢啊，快走。老子，改天我登门拜访。好。咱们车呢？科长，那回吧，我儿子。啊，你们早点回去啊！好好好。先把门叫开。好。慢点。先生回来了。到了，慢点。把他扶进去，小心点。哎，好，知道了，慢点。顾先生，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，我帮您拿下来。不用了，把车给我留这儿，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。慢点。哎，这行李不拿，放车上吧。好。他怎么样了？嗯，没事了吧？嗯，太太好些没有啊？行了，妈，你不用管了。哎，下去在这儿休息吧。啊，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？不用太早了，明天星期天晚点吧，睡起来再说吧。嗯。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？车要进站的时候，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。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，给我踩碎了。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，我又不认识你。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。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，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。在那么闹哄哄的情况下，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？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。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，很容易忽略细节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。我们好些人
实在是不敢恭维。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，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。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，起码有你的照片啊，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。这是对的。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，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。但如果有照片的话，我们马上就会暴露。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。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，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。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，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说的对。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。对了，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，他们会看出来的。我是怕你喝多呀，再说看到也没什么，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？我没有责备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。哎，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，你以前见过吗？没有。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。嗯，搞艺术的。喂，哦，科长，我是鲁明，刚刚睡着。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，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。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？对。那不是要销毁的吗？就是明天销毁，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，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。日本人做事认真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我一定照办。另外，你明天到档案室，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，送到保安局。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。所有人员的吗？对，当然，核查过的就不用了。可是大礼拜天的，保安局能有人吗？这是他们的责任。周队长，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？你明天让他添一份，一块送去。好的，明白。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？不是，不光是他，包括你也得查。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，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的特务，所以日本人有指示，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，并且要建档。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。你说啊，他跟我说，周乙在家老念叨你。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跟我事儿啊？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吗？那他也太会来事儿了吧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睡觉了。
之前让分离变成一瞬间，能让我和你不用说再见，在硝烟里我看见你慢慢走远，在怀念之前请让我等在地平线，为了所有人不用对爱人说再见，当太阳升起，当季节已改变，孩子欢笑，老人回忆，我拥抱你。